我到浙江乌镇来参加抖音创作者大会了。这里布置的好精美，肯定有很多好玩的吧。走，带大家一起去看看。这里一看就是等着我去拍照打卡的。摆个 pose， 咔咔，快来帮我看看哪张比较好看呀。听说这里可以做可爱的七煞，我们也去做一个吧。空白扇子拿到了，现在我们来选三个颜色。百搭的金色，来一个我喜欢的绿色，最后再选一个黄的吧。这样激动了5分钟。妈妈，我快好累死了。我也累了。本来还想跟你一起唱歌跳舞呢。算了，不能算，我现在一点也不累。妈妈还等什么？妈妈，我们走。这就练起来。妈妈，不见。叽叽喳，啵啵喳，叽叽喳，啵啵喳。表演正式开始。叽叽喳，啵啵喳，叽